你从来都不问我，所以你的问，还有剩下都问你，你究竟中意我的问？首先，我要感谢，将我的老婆的爸爸跟妈妈，他放心给他女儿交给我。就我们爱唱长跑就很多年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是。 人生的下一步，我们还是一定要做。